相熟朋友知噶啦，我嗰度最近盲咗大半，咁所以咧一个唔识字半盲嘅洗厕所神经佬咧，咁就唔好成日要求佢打咁多字体，咁就同埋嗰啲中意嗰啲读得书多中意踩嘅就踩啦，唉，我冇相干嘅，咁就所以为咗唔想打字咁只眼咁辛苦咧，所以今次大叔废文系推出呢个 YouTube 版嘅，啊唔啱听走啦吓，算。咁好，正題咁就因為同其他啲版主啊、面吹下水，咁就傾到問題就話好多啲所謂群組流行嘅方法就係 OT po， 咁即係有想開 Facebook 群組嘅時候，譬如話呢個同個群組主題冇關嘅嘢，咁就話要打個 OT 要如何咁樣，咁有啲人話呢個可能有啲掹車邊啊，可能定位在 OT， 咁。慢慢应该点处理？处咩理啫？其实冇需要 OT 嚟做乜先？版主同埋管理员就系有权力同责任去审查啲 post 适唔适合喺嗰个群组出现，唔啱咪拆咗佢咯，觉得啱嘅咪留低咯。好咩 T 啫？好易噶。而倒轉嚟講，如果嗰啲群員覺得呢個群組嘅管理員或者版主對佢哋嘅守則，即係佢哋嘅操守或者嗰個做事手法或者個準則係唔滿意嘅，唔離開咯，咁簡單啫，移民就麻煩啫，網上轉個群組啫嘛，嗱撳個掣就係噶啦。你唔係讀過大學畢業唔識撳個掣啊？咁撚簡單嘅事。好，咁多啦，復診啦，翻去。